位象征刚毅，一位象征福瑞，也正是机动都市想送给大家的祝福。而两款驾驶员皮肤也同取材于山海精灵著名的神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们具体的造型。说到春节，我们还将推出一个围绕护送和阻止火车到达车站的全新玩法，是一路顺风还是功亏一篑，想必各位选手会带来精彩的激烈对局。具体的玩法介绍还请关注后续小栗子的报道。好了，新皮肤的内容就看到这里，下面让我带大家去别的地方转转。什么机甲研究室？选手们稍安勿躁哈，关于新机甲的消息就请开发组的同事在后面策划面对面的环节透露给大家吧。我怎么走到了这里？一定是最近沉迷新积木惯性了。鱼头，你果然不是盲眼张慧，是为了拼新积木？这才不是，这也是新计划的一环，不信你们看。哎，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新开发的餐饮品牌合作内容吗？看得鱼头我都有点饿了。不行不行，不能吃来历不明的东西，还是回去关下电脑。